请问先生大名？哦，我姓赵，名豆娘。哦，哎，我就叫做赵豆娘。赵豆娘，姓赵，豆是豆丝的豆，娘是咸娘的娘，赵豆娘。哎，听起来叫做哎，天空，哈哈，听起来咩？天空。哎呀！我卡准去比侬老板哟！我俩卡准比老板写的快啊！啥？对哦，卡准本来没得老板。老师啊，我爱帮晒。啊？学生都这样回就讲不明啊？大头回。哦，呀，老师，我爱屁股爱头哦。买，你打到头位都好，我帮晒你，好，收到了。